姐是我闺女，可把玉雪缠坏了。你看看这小裙子是不是特别好看？小家伙看到了应该抓着这个裙子不想撒手。要不要他直接说谢谢小姨夫？那倒不至于，他还你就行。这两个裙子也是玉雪买的，还有这么多的小发卡，你手里那点有点大了。这个大吗？不大呀，女孩子长得可快了，一年就能穿了。我觉得烟都能穿了。是吗？是。爷，你过来试一下，替小妹妹试一下。好看的，我感觉特别好看，冰凌冰凌的公主裙。是的，俺都没有雅声的呢。你就馋死了。季子言，哎，喊你半天你不大听，竟然躲在这里。人家说孩子静悄悄，必定在左右。你看你吃到，我的个老天爷嘞！爸爸买点雪糕，全让你偷吃了。给我，太凉了，给我吧。我不打你就是好事了。别吃了，给我。以后我要把这个屋锁起来，不给你进来。把这个进来。你进来我就打你。不会打到我的。我给爷爷洗衣换上衣服，你也去收拾一下自己。你怎么比我还积极？好容易来个小公主，能不开心吗？是不是啊？以后你变成臭蛋了，知不知道？走走走，快快快！我不是臭蛋，我是香蛋。对，以后有妹妹呢，爸爸妈妈还是一样会爱你的，对不对？给妹妹给起个名字吧。嗯，叫什么？叫小公主。行，小公主。我准备给宝宝挑个小手镯或者小颈配。小姨大气。走。没有小手镯。你啊，你男孩子要什么手镯哈？手镯是女孩子戴的，你以后给媳妇儿买，听到了没？听到了哈。走，你看爸爸给妈妈买手镯了没？没有吧？那是你妈妈不要。咱爸攒钱给妈妈买一个行不行？嗯。走。所以你看看这几个小手串好看吗？好看。你挑挑挑挑挑挑。这小兔子啊，小福袋啊，都很好看，我感觉。嗯。小福袋还有小兔子。小爱豆袋应该都好看啊。对。你挑一下，快。好。这个可爱，看着挺好玩的。你干嘛？你要戴吗？戴试试。戴上面，然后再试一下口，试试一下口。你给小妹妹试一下，看看好不好看？好看。挺可爱的。小妈给你买一个行不行？完了。你摘下来吧，摘不下来吧，到他手上摘不下来了，不给摘了，摘了摘了摘了。这个小福牌也好看，这要不然就是小兔子编个小福牌。行啊。啊，你挑小兔子。福气满满是不是？对。不是给你买的呢，不用那么聚精会神呢。你找到一只啊？这两个都行，这个也行，就这么定了哈。哎，两个，等一下变成一个小手串挺好看的。来，走，你想要吗？你不能拿呢。哦，是吗？你玩吧啊！为我们的友谊干杯！你喝吧，喝吧，喝吧。还挺有。你几岁了呀？3岁呀。你知道呀？变成这样的手环是不是特别好看？我也想要呀。你也想要啊？你拿着吧，看看可以啊，别给我弄坏了，听到没？走吧，走吧，回家。